大陆半岛都市报一篇体育报道，大稿乌龙将参加东亚杯的大陆国家足球队队员名单写错，23位球星姓名居然错了，15个，引起球迷炮轰。如此离谱的错误呢，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蒋志鹏的这个蒋啊，也写成了姜志鹏啊，反正错误很多，23人的大名单呢，几乎是全靠音译，一半以上的人名呢，都已经被写错了。这错的确实有点离谱。网友齐迪这名女记者体育资深记者邢晨博采访过亚运会世界杯，离谱的是这一篇报道，人名错字连篇，不过当网友翻出照片，焦点马上转移，又黑翻红。 秦晨博穿着粉红色短裙，展现凹凸有致的好身材，一双雪白长腿，长相十分艳丽。大批网友改变立场，反过来替他求情，表示他写错了几个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长相和身材有爆红潜质。女记者因此一战成名，成为另类网红。在网友力挺之下，高颜值保住了他的饭碗。报社做出惩处，将他降职为实习记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